好乖。深夜打扰，望方师见谅。啊，原来是拓飞呀，你们退下吧。有何急事啊？拓思瑜近来愁眉不展，我着实有些担心，不知他遇上了什么难题，想向方师求一个和解之法。拓思瑜乃是积劳而至，并无大碍，拓飞不必担心，小心胎儿啊。我今日日观天下，我呼兰乃多事之秋啊，我正在为呼兰祈福求神呢。拓思瑜喜乐好事，吉人自有天相，经过调理并无大碍。我常常看方师对这些蝎虫行法念咒，难不成这些小小蝎虫能主宰呼兰的吉凶？小心这些蝎虫啊，他的剧毒是无有解药的。王妃，拓妃来看你了。拓妃。姐姐，倩儿，倩儿听闻姐姐被贺兰真强至此地，特意过来探望，担心姐姐吃不惯呼兰的食物，特意给姐姐做了大成呢。你过来，给姐姐摆到桌上，让姐姐尝尝。好。还有，这里铺的盖的都是毛皮，担心姐姐睡不惯，特意给你准备了一床棉被。你去给姐姐铺到床榻上。是。你怀孕几个月了？五个月了。快坐吧。姐姐，倩儿在这儿举目无亲，能看见姐姐真好。倩儿自知此前犯过糊涂，还请姐姐原谅倩儿。以前的事情不需要再提起了。帐中之事还是我来吧。姐姐，这边我都已经收拾好了。姐姐，这里我已经收拾好了。倩儿，你可曾听到过大王的消息？确实听到一些传闻，不过倩儿也不信。姐夫吉人自有天相，姐姐不要太担心了。那时候不早了，姐姐早些歇息吧，倩儿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